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大马大哈回故乡，咦哈，很快就要回到故乡了。大哈，快呀快呀，别急别急，看看我的新发型怎么样。好潮啊。还有更潮的呢。哇，真好玩！哎，你看我的，嗨，你看，怎么回事？是激流。激流？我喜欢激流。大马，我们来比比，看谁先游过去。好啊，预备，开始，冲啊！快呀，快呀，这次一定是我赢。这下可不一定了。我一定会走，我一定会追上你的。快呀快呀，终于出来了。哎，大哈呢？大哈，大哈，大哈，你在哪儿啊？这次我一定能飞过去，闪电飞梭。这个风力对闪电来说会不会太难了？再难也是值得的，只要能完成这个训练，闪电的速度就能大幅提升。闪电，我已经找到你摔下来的规律了，你就放心的飞吧。闪电，你没事吧？下次我肯定能接住你。还有下次，那我就散架了。有声。是大马哈鱼大马，宇宙护卫队，我的朋友大哈不见了，我们说好要一起回故乡的，快帮我找找他吧。你别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亚拉川江上游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闪电流星风暴，闪电击车，彩虹击车，流星击车，风暴击车，出发。我和大哈在湖里出生，海里长大，这次我们要回到家乡美丽的马哈哈湖。是这样的，大马哈鱼成年后会从海里回游到它的出生地湖里。大马，我们会帮你找到大哈的。哎，大哈长什么样啊？啊，大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快记住我宝石一样的蓝色，记住我雄壮威武的额头，记住我顺滑的后背，记住我美丽的尾巴和鱼鳍，快呀快呀！那你们是怎么走丢的？当时我们正在比赛，本来我一路领先，突然一块石头撞到了我的头，我啪的一下贴在了岩石上。大马，接下来？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我毫不畏惧，咬紧牙关，继续冲向激流，我钻过石缝，绕过树枝，最后奋力冲！大哈就不见了。哎，风暴和闪电怎么也不见了？他们人呢？去帮你找大哈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也要去。大马，等等我。请问，您见到过一只蓝色的大马哈鱼吗？谢先生，你见过一只大马哈鱼吗？没有。大哈会在哪儿呢？
怎么突然变冷了？糟了，上游的冰山要融化了，我得赶快回到马哈哈湖里。是大哈？不对，大哈应该是蓝色的，再去上游找找。找到大哈了吗？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大哈说好一起回故乡的。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这里怎么会有冰块？我刚去过上游，那里的冰块更多。啊，糟了糟了，一定是家乡的冰川开始融化了。我和大哈约好了，如果河里出现冰块，就要尽快各自赶回家乡，然后在家乡寻找对方。不行，我得走了。嘿，闪电、彩虹，你们保护大马的安全。是。流星，你和我在空中继续搜寻大哈。是。出发。快快啊！这里的水草太多了，你慢点儿。快呀快呀快！闪电，你快点！闪电飞座。大马，你游得太快了，先歇会儿吧。这算什么？我都游了几千里了，我得抓紧时间赶回故乡。为了返回故乡，大马哈鱼会逆流而上几千甚至上万里。上万里？那你一定是超级游泳健将。我虽然飞得很快，但是游泳对我来说太难了。闪电，其实我游上万里也很累的，但是再累也要坚持啊。坚持？说得对。虽然你不是鱼，但是你游泳的时候可以把手脚并拢，上下晃动你的身体，我保证你能游得更快。你是说这样？没错。我学会了。赶快出发吧，过了九层瀑就到家了。快呀快呀，坚持坚持。来了，坚持坚持坚持。这感觉不错嘛。哇，这就是九层瀑啊，这么高。大马，你怎么上去啊？哇，九层瀑我来了。快呀快呀。大马，你不会是想跳上去吧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啊，那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九层瀑啊！要不我用闪电飞梭送你上去吧？不用了，没有跳上九层瀑，就不是合格的大马哈鱼。我又来了！呀，这，嘿，呀。大马可真有毅力，他可真了不起。再来，大马啊，闪电，我觉得你还挺厉害的。这次我和你一起跳，肯定能跳上去。好啊好啊，你可要坚持住哦。好，出发。大马，加油！不好，有危险！闪电飞梭。没事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水流怎么突然变大了？这个地区今年气温比往年要高了3.6度，导致上游马哈哈湖附近冰川融化，才造成九层瀑水流暴涨。闪电彩虹，我现在和流星先去瀑布上游清理水中的杂物。我陪大马一起跳上瀑布。好，彩虹，你来协助闪电，确保大马的安全。是。风暴力量，流星，我先用树干挡住这些杂物，你马上把它们清理干净。是，百变流星。已经没有杂物了，大马，现在该轮到我们了。这次一定能行，坚持到底，冲啊！来，嗨，你。不好，风暴，小心有浮冰。总算是撑住了。风暴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风暴小心。没事，我能顶住。大马加油啊。大马快看，只剩最后一层了，加油啊。
谢谢你们，我总算上来了。闪电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大马，你怎么变成红色了？什么？红色？天哪天哪，我宝石一样的蓝色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过这宝石一样的红色也不错嘛。哎，嗨，你们看，这个发型是不是和我的颜色很配？ 我知道了，原来大马是红大马哈鱼，红大马哈鱼在洄游的过程中就会从蓝色变成红色。红大马哈鱼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刚才我遇到的那个红色大马哈鱼一定就是大哈。他说要回到马哈哈湖里，我们快去尝尝吧。好啊好啊。那咱们也去吧。好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见过大哈，肯定能帮你找到他。 哎，就是他，大哈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不是大哈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哎，大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多大马哈鱼，怎么都是红色的呀？哪个才是大哈呀？大马，你回来了！<笑>哦，大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<笑>大马。 你这个发型不错嘛！好了，任务完成。那我们快回去完成训练吧。我跟大马学了新的游泳姿势，这一次一定能顺利完成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。